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那么这一集呢，就是这个《血缘诅咒》流程实况的第十三集。那上一集我们打了半天啊，打了那个梅高的奶妈，然后好像一次性没有打完，是吧？那在这一集开始之前呢，我是做了大概一两个小时的准备工作。那现在可以看一下，我现在等级是106级了，我这边加了50点的血枪，那么我现在就是一个血之号了。然后这个号的主要加点呢，就是活力耐久加的偏高一些，然后力量，然后再加附加那个50点的血质30点力量，这种加点呢是这个游戏当中可以说是最二的一种加点方法，因为血枪的话影响的是你的副手的武器的攻击力，就是那个枪的攻击力，然后正手的这个武器的话，唯一的一把有血质加成的武器是那把太刀。然后你如果使用太刀的话，太刀没有任何的力量加成，也就是说你30的力量白瞎了。然后如果你用那个力量号的武器，力量系的武器的话，又那个30点的力量其实也不算很高，所以的话就导致你的正手武器的威力也不高。这是一点。然后的话，如果你是主要使用枪械来进行输出的话，那么你的血量跟你的耐力都并不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开枪是不耗耐力的，然后那个血量的话，其实你远距离也比较安全。你有这个血，有这个属性点的话，不如加在这个技巧上面。你开频繁的开枪可以频繁打出掏弹的那个效果，然后你可以去上去掏，那么怎么说呢，就是敏捷的加成会比较高一些，就是力量跟血质是两个比较冲突的属性，可以这么说，力量跟血质，所以这个是一个最二的一个加点方法。如果我这50点的属性加在技巧上的话，现在我已经无敌了，但是太简单的游戏我没什么兴趣啊，没什么兴趣。 OK， 那这边我们就到这个莫哥的那个中层那边，然后我们今天顺便把那个莫哥的奶妈给杀了。上一次是那位很久没打，忘记他什么出招方式，有点二，所以就被他弄死了。其实那个 boss 很简单，然后那个血之号到现在来加的话，就有几个特别被那个枪械克制的 boss 就跳过了，比如说那个宇宙之女，他就特别怕枪，就特别怕枪。你用那个血之号的话，打他会非常的轻松。但无所谓，就是我只要是以前没怎么玩过这把枪，现在的话我用的是这个伊芙琳加到了8，它现在每一发子弹有这个300的一个伤害，300左右的伤害，打到怪物身上的话，估计就是普通抗性的怪物可以打到250左右，试一下，168，日他妹的，好菜呀！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弄一个这个跑酷的一个方法，打这个 boss 这边的话，刷魂就是在这边刷的。我大概前前后后加起来有大概刷了150多万的魂，怎么刷呢？前面30那个亚南三基佬就不用去管他们，然后就把这只猪给爆菊花。当然你刷魂的时候身上要带3个月亮符文，这样的话一次性可以刷到65000点魂。好，把这只猪给捅死。可以把身上的这个换一下，然后这个血瓶不捡了，然后前面有两只猪，从他们中间这样穿过去可以。当然走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勾引出那个猪的那个冲撞那个技能。OK， 然后继续往前走，就可以看到4只亚南三基佬跟2只猪疯狂的交战。他们实力是比较相同的，有的时候会亚南三基佬赢，有的时候会2只猪赢。但大部分情况都是那个亚南三基佬这个怪异，大部分情况都是这样子。然后这次的话不出意外是基佬赢了，然后你把剩下的这几只这个非常轻松的砍死就可以了，因为你的直剑也可以砍他们的硬直，你只要对着他们不停的抽就可以了。当然他们的攻击力也是非常高的，砍到2刀就死了，但是基本上也不会死。然后你打完这些怪物之后，就去原地捏个回城，就是然后就回城只要1200块钱嘛，然后你就回到那个篝火重新跑一遍，这样跑过来的话一次就65000点魂，跑个几十次那你就100级，一周目的话就完全没有什么问题了。而且这些怪物都会掉血瓶，你可以在这边换换子弹啊，吃吃血啊，都非常的安逸啊，非常简单。当然我们用这个血之号的话打这个莫哥的奶妈这个 boss 其实并没有什么卵用，打这个 boss 的话其实并不是很需要这个枪械的支援，但是无所谓了。当然你心疼那个回城的钱的话，你可以从这个电梯这边直接跳下去自杀，然后下次再跑到这边的时候记得把这个魂捡一下也可以。但是这样有个问题，就是那个
就是会有个问题，就是你的那个魂可能会被小怪捡掉，然后你有的时候跟小怪搏杀的时候可能会死啊，就是有这种风险，最好还是捏回神比较保险一些。嗯，好，这边的话我们就去干这个奶妈。这个 boss 的话，看你打开了像多少钱啊？一点点血，所以说这个血之号是没什么用的，没什么用的，并没有什么用。因为打这个 boss 没什么用啊。我们只要待到后面，这样不停的砍他就可以。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正手武器的这个伤害啊，就并不是很高。很捉急啊！这个伤害其实，What the fuck？如果我这把技巧加到50点的话，我现在这把大宝剑的伤害已经会非常高了啊，非常高了。在这里的话，就锁定一个怪，然后不停的闪避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一种打法，就是你踩到地上这种骷髅堆的骸骨堆的时候，会发出声音，然后就会被他们这个怪物给盯上。等一下，没问题，差点死了。就是你一踩到地上这个东西，这个家伙就从黑影当中出来，然后只要你不踩到这个骸骨堆的话，他们是看不到你的。比如说现在这样，他就看不到我。谁说看不到的？骗人！好，反正就耗到这个他们这个技能的时间结束就可以了。我操，惊了！早知道加瞬移，早知道加这个技巧了，或者把力量撑到50点也行啊。不过其实也并没什么所谓啊，像这种游戏已经有一些高玩尝试了一级通关，所以说你不要太担心属性加错或者怎么样。只能说是你这个人就会不会那么强力，但是照样可以用吧，就心态放平，想怎么玩怎么玩，并没有什么关系，不要那么功利。除非你这个号是拿来就是想要挑战，哎呀，等一下，挑战那个高阶圣杯地牢的，或者说是那个专门 PVP 的那种压级号，那么加点就比较关键。但如果像是我这种随便玩玩，录个视频随便玩玩的，就是开心就好。哎，等，什么鬼？有点莽啊，这家伙！他死了，就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即便是我家输出并不是很高，但是打他也是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那打完这个 boss 会有一个延迟啊，有一个比较大的延迟，才会出现那个 boss 被击杀的这么一个消息，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那个，这个家伙好像就是想要通过这个三根脐带孕育出一个古神一样，他自己也有个三分之一脐带。然后这个 boss 打完，他不是说屠杀猎物，他说噩梦消灭，好像是这个月之梦魇的噩梦就被我们终结了，好像是这个意思啊，好像是这个意思。然后打完了这个 boss 之后呢？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就是只能回到那个梦境当中。那我们先回去吧。好，那么打完了这个 boss 之后啊，这个
这个梦境就开始烧起来了，烧起来了。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打最终的 boss 了。不过我们还有一个隐藏地图没有去过，那么这一集先把那个隐藏地图给看一下。我们现在有了这个三分之一脐带的话，现在已经有两根，因为之前的话我们应该是在废弃的旧工坊吃到一根，然后打 boss 掉了一根，然后还有这个另外一根忘记在哪里捡的了，忘记捡了，反正就是还有这个还有一根，一共有四根。那么这边我们就身上负担用一下。他说人偶妹子这时候的对话也变了，他说这个梦境即将迎来他的终结，然后在格曼在那个大树脚下，就是那个老猎人在大树脚下等待我们，就是我们最终 boss 就是打这个老猎人。然后打老猎人的话有几种打法，不是几种打法，就几种怎么说，几种结局。我在这个号的话，因为这个结局其实现在也不是什么秘密，有很多的视频或者说是怎么样都已经列了。我这边的话就打那个最战斗场数最多的那个结局就好了。稍等一下，我这边好，谈笑间这个 boss 已经搞死了啊。那么这边的话，我们就先去这个第二个这个最后一个隐藏地图啊！等，哇靠，惊了，忘记换一个符文了，算了，就这样吧，随便搞，随便打，大不了待会儿就是死。然后这个地图的话叫做这个月之，不是月之，就是教学楼啊，教学楼。这个地方就是很早之前我们拿了那个扁桃体结石，然后在这个地方被那个东西抓了一下，就被传到这里了，好像是这样吧，嗯。然后这里我们可以跟一个家伙说话。之前已经跟他说过话了，好像就是这个家伙，他就是一个可以从这边可以勉强看到，他就是一个蜘蛛手，然后那个一头脑袋长在一个蜘蛛身上的啊。这个家伙在魂系列前几作当中也会出现，然后在这个。教学楼它本身也是一个就是刷魂比较好的地方。我们这边装上这个火焰喷射器啊，虽然我们不是奥法号，但是它那个火焰喷射器的基础伤害就很足够。在这个地方，我们走进这个地方，有很多这种软趴趴的这种软体生物啊，叫鼻涕虫、学生怪。虽然我们这个只有一个加四的喷火器，但是他们这种怪物非常的弱火，然后我们这个喷火器的这个伤害呢就可以对他们进行一个清场，反正是个 AOE 吧，惊了。但是他们这个也很恶心，他们伤害也比较高，就是他们攻击都有带有强大的给你打出硬直这种东西，而且他们在手伸出来的时候是霸体的，他们也不是硬直，然后他们就会把你按在地上无限的按趴这样子。然后他们这边的话主要是爆的水银子弹啊，这次脸非常的黑，只爆了三颗，但一般性的话可以爆十来颗，就是你拿那个喷火去清他们的话，你基本上不用去担心这个，操，惊了，担心这个水银子弹有消耗。靠，他强吻我，然后那这边就可以刷一下魂。你带上三颗月亮符文的话，就这个房间里所有的这个软体怪清掉有22000的魂，然后一次的话就一分来钟，非常的快，然后也非常安全，就在这边刷就可以了。在这边也有一些这个房间什么的，可以进去，但是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啊，比如说上面会有一些软体怪掉下来阴你一下之类的，在这个房间里面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收集的，或者说该收集的已经拿走了啊，已经拿走了。我再看一眼吧。啊，这边那个宝箱已经开走了。像这种罐子里面装的都是这种眼珠子啊什么的。好，那这里的话就这样吧。打开这扇门呢，我们就可以到达一个叫做恶魔前沿的一个地方。OK， 到达恶魔前沿，刚才我们烧那些家伙烧掉了很多的血，那我们回一下梦境补给一下，顺便把身上的符文带上，抗狂暴的符文。OK， 换一下符文，然后身上揣一点解毒药最好。但是这个地方其实恶魔前沿这张地图我一点都不熟悉，并不熟悉，只能说是那就随便搞吧。
我们带上这个深海符文，并不是深海符文，但这个深海符文就可以加200点的狂浪抗性，很足够。然后看到我们狂浪条就涨了很多，然后我们身上这个狂浪条应该也够用了，然后我们把身上的装备换了，这个月之牢笼还带着吧，挺帅的。然后换上这个灰之猎人一套，因为这个灰之猎人的这个一套抗狂浪的效果是最好的，目前来说是最好的。灰白猎人手套，然后灰白猎人长裤，然后在帽子当中，我们这里现在应该可以买一个，就是鸟姐的头盔，就是鸟姐的一套装备。这个鸟姐的头盔的话，它抗狂浪有40点，是应该来说是这个狂浪抗性当中头盔当中是非常优秀的，因为头盔很少有这么高的一个属性的防御。那么现在的话，我们身上狂浪的抗性就非常的高了。游戏，那么我们就直接再回到这个月之梦里。谁他妈月之梦魇？走错了，惊了，应该是噩梦前沿，什么鬼？好，噩梦前沿的话就是里面的怪啊。是一种，都是之前看到过那种歪嘴狼人。这种狼人的话，他的那个怎么说呢？各种抗性都很高，除了奥秘跟火焰抗性之外，所有的抗性都很高。那么这边我们就用这个附魔来打，或者说是，但他们血量也不多，主要是他们这个伤害特别高，伤害特别高。这张地图我也并不是很熟悉，只能说是盲人摸象，随便搞，随便打。这边有只这样的狼人，我记得他们血量只有150吧，我刚刚一刀捅了他，这么高啊，惊了！好，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就是这种墓碑兮兮的东西，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墓碑啊，它这个墓碑是石头，但它中间裂开了，它有点，但裂开中间是那种血肉，就像是这个石头，它里面其实是涂着那种石头颜料的血肉，然后被撕开了一样那种感觉。在这里有一只狼，我觉得这里不止一只。等会儿吧，我看这边上面走到底会有些什么。好像并没有什么呀，我们过去把它给背刺了。哎，好像这个狼人他是有那个靠近自动醒来的这种警觉性的，而且我不能锁定他是为什么，管他呢，反正就弄死了。这张地图的话，我的收集可能就不太全，因为这张地图确实是非常迷的一张图，第一次过来什么的，基本上不太摸得清楚。管他呢，前面的话有两个猎人，这两个猎人的话强度一般般啊，强度一般般，就是跟他们打的话，等一下，惊了，什么鬼？你看到我们这把圣剑砍他，这个物理伤害非常的低，砍到他30多点血，但他们血量真的非常低，只有150，所以的话还是勉强可以凑合的。然后那边有一个猎人。拿的是那个猎人火把跟这个一把斧枪，它这个斧啊是一把斧头，这个斧头它是电属性的斧头，但是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电属性的斧头啊，这个斧头的这个插槽好菜呀，这斧头插槽的话它是只能变制成火焰的，或者说是那个奥数的，电属性的话这把是需要那个另外一个形状的插槽才可以，这种斧头的话需要在这个高阶的圣杯地牢当中才能那个打到。妈，就你会枪，就非常深的高阶地牢的话，会打到一些武器，就是什么，怪异的什么武器啊，什么之类，就是那种，
名字前面有这种前缀的这种武器，然后它形状跟我们手上拿的是一样，但它那个宝石的插槽的形状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宝剑，它的那个最高级的那个插槽是残月形状的一个插槽，但是在地稿里面可以打到这种三角形的插槽之类的。嗯，怎么把刀给卸了，就可以拿到这种三角形的插槽。那么这种插槽的话就会比较就可以，你可以把它变制成另外的属性的，或者说是有更适合，就残月型的这个插槽的话，就加攻击力的会比较少一些，主要是用来变质的，就是说这就是大宝剑为什么说它是比较适合法爷，不太适合那个，不太适合吧，就是相对而言比较遗憾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它虽然物理效果也挺好，但是它没有那个最深的那个最高级的那插槽比较菜，就加物理伤害的不太容易搞到，那么你可以打一把这个。就你可以打一把那个变异的那种这把大剑，然后那个三角形的插槽可以插上那种加攻击力百分比很高的那种东西，然后把它变成更强一些，就是追求这个完美 build 的这种感觉的这种才会需要这些东西。这有些宝石结晶虫，我操！神他妈没死！我靠，惊了！这有一种投石哥，忘记了，神他妈投石哥！这种投石哥的伤害是秒杀级别的，而且他那个石头不仅仅被砸到有伤害，而且被他那个石头边缘建设出来的那些碎石砸到也有伤害。碎石的伤害会稍微低一点点，但是。像血量如果很低的话，就是会被直接秒掉。还好老子血多啊，惊了！完全没有一丝防备，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炸！我靠，惊了！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个东西？哎，只要重新跑了。哎，这边有只宝石结晶虫，惊了！但是这张地图的这个等级，就是说怎么说呢，就设定的比较低，宝石结晶虫只会掉些什么碎片啊之类的，比较菜。刚刚应该是有个地方忘记走了，我记得是有条捷径可以走。不过也并没有什么关系。啊，就前面这个地方是一个桥，就这块石头，你可以在走到对面的时候再把它踩下来，嗯，踩下来之后变成一条捷径。我看一眼，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蜘蛛一样的怪。这个家伙呢，其实就在魂系列当中，那个叫什么来着？名字我一下子忘记。就是每一座恶魂里面以及黑衣里面，就是他会把你推下去啊，他会把你推下去。就这个家伙啊，他现在变成在这座里面就变成了一个蜘蛛了啊，这算是一个梗吧。我们用望远镜加枪的话，可能可以打到他，但是打这个的话，可能需要路德维格这个狙击枪之类的才能打到。这个的话，我们可能打不到他。哎，宝石结晶虫，宝石结晶虫，在这里的话，如果你有一把副手的武器，你可以把它变制成火焰的，或者说是奥数的，打这种怪基本上是一刀一个。嗯，这边就不强求了，反正我们这个物理号打他们也挺快的。那两个猎人被我们干死之后就不会再出现了。在这里跳下去是一片毒池。嗯，反正这个地图就很迷吧，一定要这个怎么说呢，要研究啊，这张地图怎么走？但是这张地图主要是，其实也有很多人很熟悉这张地图，因为这张地图其实是一个 PK 图。如果你在线上模式的话，这里有个摇铃女，
就是一个摇铃妹，然后只要这个摇铃妹在不停的摇铃的话，就是线上玩家只要摇那个恶兆钟，就可以入侵到你的世界里面干你。惊了，没跳过去。哎，这张图的话，其实说实话，有些东西。有几个，这张图有很多的符文可以讲。我操，惊了！就这种什么鬼？就这种怪的话，就是毛越多，就是狼人化越强的这种，越是狼人化的这些怪，它就越是怕火，越是强雷。就是，然后你那个，越是那个，又是石头哥。把操了！这两个石，这几个石头哥还在互相掩护，非常烦。哎，我操！就非常烦这几个石头哥。他们扔这个石头真的是非常厉害。然后打这只的时候要小心对面的那个扔死，那这种小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简单的，这些细节。那对面这个会扔石头砸你，对吧？稍微躲一躲就行了啊，非常容易啊，非常容易。这个什么跳劈什么的，好，可以看到非常简单就被我轻松的给搞定了，好菜呀这些怪。这边有个东西，闪电符，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用。刚才那个捷径怎么开的来着？都是谜啊，都是谜。这个游戏各种谜，就像一只狼人，它会喷火啊。它这个变成狼人之前，肯定是一个戏班子的啊，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然后它就钻火圈开始喷，喷火了。就用这个大哥先把他给弄死。好，那边有个东西可以捡，签单。这张图有很多的签单，这个签单呢，就是它上面说明也说是好像是噩梦当中产生的东西，但不知道这种东西明明是可以吃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跟噩梦有什么关系。通常来说。并不怎么用得到，你吃了之后走路会比较慢，然后可以弹开一些伤害，好像是，我反正没怎么用过，并不实用啊，并不实用。好，现在我已经处于一个迷路的状态了，那么就随便走吧。哇，这边有好多这个宝石结晶虫啊，还有一只宝石结晶虫变成一只大的了。就地图上有些那种宝石结晶虫，它会变身啊，它会那个变成一只大号宝石结晶虫，然后它给的东西一样，但它实力会很强，也不知道是什么一个原理。啊，这个地图到处长得都一样，上面有个东西，到处长得都一模一样，怎么办？彻底迷路了。这样地图毕竟是个 PK 图，就有些。喜欢 PK 的玩家就会把这张图地形摸得很熟，但通常来说并不会。好，有一个这里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唱歌妹菜多了啊，菜多了。然后这边可以得到一个符文，叫做信使的礼物啊，信使的礼物，魔法。这个魔法的话，它是一个类似于二代里面那个拟态那个东西，你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信使，它要求的智力也比较低。然后我们就变成一个信使，
在 PVP 的时候可以阴别人一下啊，我们就变成一个信使，然后别人可能会过来尝试阅读你这个信使，然后就跳起来一刀把他给砍死啊，就这样。可能是这座里面太阳骑士专用的道具。这边是石头，可能是。我操！然后这边慢性中毒的话，就让他慢慢毒吧，并没有什么关系。与其解了毒之后马上还会又自中毒，就没什么意义，就让他慢慢掉血吧，反正也就是一瓶残血瓶的事情。但在这边走路会非常的痛苦。这边毒池子似乎是没有什么东西。前面这里好像也没什么。就是一个信使的礼物啊，这么一个魔法，仅此而已。好，那我们就走吧。然后这种软趴趴的鱿鱼一样的怪物打你，它会有一个急性毒的效果。这一座急性毒的效果就是类似于二代的魂二的出血效果。然后当然它就是直接给你掉一大30%还不知道多少的血，就给你直接给你掉百分比的血，就瞬间掉血。这个东西 PVP 的时候相对而言比较强力一些。然后打怪的话，其实就偶尔会出现，就是突然就偶尔就会出现那个什么，就突然怪物掉一截血这种感觉。沿着这边毒池往外走，这张地图里面，在我看来，就是信使的礼物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魔法，然后其他的话都并不是很重要。只要有一个符文，就是一个符文，就是那个符文是加100点所有的抗性，就是狂乱、中毒、急性毒，说是全部也就这些啊，这三个异常状态的抗性，其他都没什么。我操！我操！忘了这一招了，就这种东西就是勾引你在这边捡东西，然后砸死你的。他好像是捡了个解毒剂吧，这个解毒剂就是意思其实就是说，解这种捡东西不看周围这种病啊，解这种毒，解这种癌，可能是这个意思。主要就是这三样东西，还有可能有几个符文比较重要。那个全抗性的符文其实也并没有特别的重要，就现在我们流程打到这里的话其实已经没有用处了，已经并没有什么用处了。哎呦，真惊了，我现在该怎么走啊？这边这个大哥，这个大哥的话，就是在扔石头的时候往前走，就无脑 A 他就可以了。好，走到这里的话，应该就是到达那个第二部分了。错过了一小段剧情，就是那个蜘蛛会把你从一个桥上推下去。这边有一个眼哥，大脑哥应该说是大脑姐。背上一个镇定剂，上去干他。他是比较弱突刺的，他是比较弱突刺。他会爆那种叫做被诅咒的神学宝石。这种被诅咒的神学宝石都是好东西，因为它就会有一个负面的效果，负面的效果。它比如说这个其实还好，还比较差劲，它会持续掉血嘛。还有一些是降低你装备的耐久度。这个装备除非是像电锤这种比较奇葩的装备，像这个游戏当中主要的一些。这个就是那个宝石虫变质以后的宝石虫，就除了那个就是说电击腿这样的，像其他常规武器的话耐久都是完全够用的，所以的话它会有些诅咒神学宝石会降武器的那个耐久百分比，然后加更多的这个物理伤害，就它虽然有就负面效果，但它正面效果会更加强大一些，就这样。这边的话应该是一个电梯，
然后我没有，哎，这边不应该是个电梯吗？哎，稍等一下，好，接了个电话。那么我们这边继续啊，这边的话应该是往下走。哎，这个保时捷金虫，莫跑，莫跑。好，这边还有一个歌唱妹的，我记得，前面还有一只啊。哎，这边我记得是有一个电梯啊来着，可以算是一个捷径，可以直接从上一个篝火坐电梯下来就可以到这里啊。凌乱了，凌乱了，应该就是刚才那个位置。算了算了，无所谓，反正肯定能找到的。皇上的姿势，然后在这边我们要进一下这个毒池，在这边收集一下东西。莫跑。是碎片啊！啊，这个怪它会，这个怪的那个，它张开那个前面那扇东西，然后打开里面可以看到都是一些小信使啊，都是一些信使的模样啊，小信使的模样，非常迷。回城，我觉得这个池子里面应该有一些好东西可以收集。感觉我们这个等级高了之后，是不是防御力也有所增加呢？就好像每级上升的话，防御力也会有所增加的。所以并不是说属性加烂了，这个等级就没用了。好，一个眼睛哥，两戳戳死。好，这边掉了一个残月形状的符文，还是被诅咒的，看待会儿能不能伤到我们的大宝剑上面。好像少拿了一个符文吧，好像错过了。我记得是在第一，就是一开始的那张地图，这算是第二部分吧。第一部分前面有一段路，它就是那边有一个，就是有眼睛哥，还有什么两只大虫子这样拦住你的那个地方，把你窝在里面那种陷阱兮兮的坑里面，它会有一个比较厉害的符文。主要我打这种游戏还是一个，就是实用主义者吧，就是现在用不上了就没有太多心思去收集。好像就这个吧，啊，巨大之深海就它了，就两只这样的怪守着的，它是所有的抗性，极毒、慢毒外加狂乱，都加100点。其实说实话，看着比较有用，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卵用。剧毒、极毒都不怕，怕的就是这个狂乱。狂乱的话，现在我这套装备加一个符文就完全足够了，所以就是没什么卵用。我要死了。可以出去了。在那边有个东西啊，那个高台翘在那边那个地方，先捡这边看得见的。哎，这个非常奇怪，那个是什么？那个怎么捡？看一眼。是不是要从上面跳下去啊？就那边那个，怪了，那个怎么解？血量瓶有点少了，待会中毒了吃一个解毒药吧。
吃完了之后马上又会开始读那个中毒条，所以的话这应该上不去的，就马上又会慢性中毒，其实就来不及顶的，只能说是并没有什么用，就少掉血几秒钟而已，从这边上去就行了。哎，这么简单，这么藏这么好，应该是好东西，日了狗了。好，那么接下来就是应该来说去杀那边那只狼人就可以，就可以那个开一个捷径了。这只狼人哥，谁他妈跳皮？OK， 那么这边就是一个电梯。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先回到这个篝火那边啊，盏灯这边去补给一下状态。就从打死这只狼人这边下去，然后那边有个东西，这边怎么上去啊？好像要从上面跳下来才行。藏得这么阴险，肯定是好东西吧？从这边走下去就可以捡到签单，神他妈签单！哎，算了，不找了，我们就这边怎么走到第一个篝火呢？那个洞穴在哪里？哎，这边有东西。那个洞穴在哪里？在这儿，好，我们补给一下，然后再直接开那个门去打 boss。这里的狼人最好杀掉吧，不然他会一直追着你，然后你去拉电梯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他会追上来干你，还是比较痛苦的。OK， 然后这边有只狼人，这只狼人也是要干掉的。我不清楚这种狼人他设计的物理抗性极其的高，但是呢他的血量极其的少，就不知道意义何在吧。这种设计就是他如果是物理抗性正常，然后血量弄个1000，那砍起来的效果跟那个他高抗性低血量是一样的。好，那顺着这边往前走的话就是打 boss 了。这个 boss 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菜的，就是稳健一点打，然后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好，换一瓶血，他会从上面这样跳下来吧？就是我们在，哦，突然就显形了啊，掉下来一个大型的 boss。打他的话用巨剑打就可以了，然后这样用激光来喷。强，还有这样喷激光，就他那个激光是没有伤害，但他有伤害的是这个，有这个，是他经过的地方会有那个，会有那个爆炸，那个是有伤害的。开就行，那个东西第二阶段的话，这个东西还会回来。
胯下，有危险。去打他头。我操，有点疼，有点疼。然后他会开始喷这种翔。然后这家伙相对而言是比较弱血质的。4发4到5次，还不知道4次攻击打到头的话，他就会出这个弹弹的伤害。然后你实在觉得比较无聊的话，你可以用手枪去打。总之这就是比较菜的一个东西，我决定给他充分的尊重啊，给你一发大炮。好，这个 boss 就我操，我还以为我死了，我靠，就非常轻松的被干死了。这个怪物还是比较弱这个血质的，就是我们一发那个这个伊芙琳一枪可以打340点伤害，我们伊芙琳伤害是300点，那么它说明它这个血液抗性只有50点左右啊，还会比正常的伤害还要更高一些。啊，非常轻松的解决了这个 boss 之后，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个圣杯。那么在这个游戏当中，我们就收集起了这个所有的隐藏地图以及所有的圣杯。那么接下来剩下的就是两场 boss 战以及最终结局的解锁。OK， 那么血缘诅咒的最后应该算是倒数第二集吧，就到这边完成了。啊。我们这个打的也是非常顺利啊，打得非常顺利。嗯，那么下一集我们就要去这个打挑战最终的 BOSS 老猎人，然后再吹吹逼什么的，拖拖时间，那么一集也就过去了。嗯，好，那么欢迎收看这个下一集，那感谢收看《血缘诅咒真实化》第13集。嗯，那么我们下一集视频再见。